歡迎咁多位來賓，咁多位尊貴嘉賓，今日嚟到出席有問有答基本法問答比賽決賽暨頒獎禮，好高興亦都榮幸咧，能夠成為今日嘅司儀，我係鄭一泰。大家好，我係另一位嘅司儀寇婉娜。公民教育委員會咧，一直其實都係致力喺學校以外同埋社區推廣公民教育嘅，向大家推廣尊重同包容啦、負責同埋關愛等核心公民價值嘅。有問有答基本法咧比賽咧，更加係我哋教育推廣裏邊咧非常之重要嘅一環，咁所以嚟緊咧，我都相信我哋陸續啊做多啲啊呢一方面嘅推廣。三二一，俾個手指功啦，齊齊認識基本法。